我到家了，你这样一个人回去能行吗？要不然你在这歇会儿再走吧。也行，小何，你不复习功课了？我不用。那我能跟你聊会儿吗？哦，行，你先喝水。谢谢。天乐，你是不是喝多了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很清醒。 真的没事吗？我当然没事了。我一天到晚吊儿郎当的，什么也干不了。我能有什么事儿？小何，你觉不觉得我是个废物？你觉不觉得我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啊？不觉得。但是我觉得袁浩东说的挺对的。 我要是没有一个好爹，我靠自己还真就活不下来。我这么多年还真就什么事儿也没干成。家乐，你用不着替他解释，我不傻，我很清楚。他这么说是为了安慰我，是为了让我做成点事儿。我也着急，你以为我不着急吗？可是我就是个废物，什么也没干成。你不是，你一点都不废物，在我眼里你是最棒的。我很清楚我自己是个什么东西。 我不是在安慰你，我挺喜欢你的。我也喜欢你，有用吗？你说真的？当然了。但是我很清楚，你们都是在可怜我。我告诉你们，不需要，我用不着你们可怜我。我不是在可怜你，你就是。 你又给我带了一个大学生，你说咱们旧货这行是素质是不是见长了？啊！香港回归，报告，啊，这个咱们国家那个技艺什么屁增长，我老牛的队伍呢是一天比一天壮大。嗯，好。香港，香港，嘿。 你这名字好，你就是我的香港了。现在你回归了，我呀，我以后管你叫郭香港得了。行，不管你叫什么吧，反正我来啊，就是为了给大家增添点活力。我给你提个建议啊，你呀，以后注意点个人形象，你毕竟是咱回收公司的总经理，得像个样。什么总经理？行了，杨哥，你每天啊就把收到什么货、多少钱、多少件。 清清楚楚的记在账本上就行了。孟总啊，你也知道，说到底就是一个字儿，钱闹的。现在三角债也多，你不给我发货，我没法把上次欠你钱给你结清了。生意可不能这么做。你说你上次钱还没还清，你怎么让我在这合同上签字？做生意得厚道。哎，孟总，不是我做生意不厚道啊，现在生意场的规矩都这样。支票我已经带来了，你要是在合同上给我签个字儿，我立马把上次欠你钱给你结清了。 怎么样，孟总？让我说两句。你就别说了吧，莽夫一个。我还告诉你，对付你这种王八蛋，还真就得用这种招，知道吗？还钱！加把点，我钱拿出来，冷静点，加哥。这行业怎么就干不出一番事业呢？元哥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你的想法很好。可是我告诉你，目前这阶段不现实。 你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，你怎么就说他不现实？我不是不想给你干一番大事业，问题是你对这个行业了解多少？郝东，我觉得你现在真的是变了，你现在满脑子全是钱。行，我现在庸俗，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钱，行了吧？杨哥，咱们现在收旧货只是权宜之计，咱们来这儿只是为了淘第一桶金，你知道吗？哪怕这个行业再有前途，对。 所以你现在把你的工作干好就行了，你让我来就是当会计算账的是吧？
我希望我们三个能在一起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在不在一起无所谓。什么意思？你知道。马经理打款了，小子，你这办法还真奏效吗？孟叔，我知道您仗义，但是仗义不代表就要被人欺负。有时候这种办法最直接也最有效。你对公司很重要，要不是你，这钱还要不回来呢。 孟叔，我正准备跟您说一事儿，我要辞职。干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辞职啊？是这样，杨岗回北京了，跟浩东一块干的。我觉得我们三个不应该分开。因为仗义。 进来呀，这热不热？哎，不热不热，奶奶。那什么，这不要高考了吗？给小何送点冰镇的绿豆汤来。嘿，我最爱喝绿豆汤了。记住啊，这功劳你紫云姐一大半，我一小半。她负责制作，我负责运输。嗯，行了，你们俩聊吧，我回去那个看那电视剧《刘罗锅》。哎，别介，奶奶，您不能走，您本身就说我跟小何搞对象，您这再一走，这不给您留下画腕了吗？要搞得咱仨人一块搞。好贫，我抽你。 奶奶，您真走啊？那我不送您了啊。怎么样，这叔当的还合格吧？嗯，不算太合格。你要求也忒高了吧？这都不合格，那怎么着才合格啊？高考的时候，你陪我去。多大孩子了，还让人陪？我们同学家长都陪着去。 我父母离得那么远，奶奶虽说这么大了，你是我叔叔，你当然得陪我去。我已经能用它吹奏和嬉戏，应用我一个个人物。刘哥，刘哥，哎，向南过来搭把手。不少东西呢。嘿，让你搭把手，听见没有？那我来吧。 我跟你说话呢，没听见？那不归我管，我只负责记账和收账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不归我管，我说什么？嘿，孙子，老子给你吃，给你喝，给你工资，你还跟我分得这么清楚？想干就干啊，不想干走人。妈的！你嘴巴放干净点啊！我嘴就这样，看不惯啊，现在就走人。走走走走走走。刘大武，你以为我愿意在你这干啊？我是给浩东面子。 浩东要不在这儿，我才不来呢！嘿呦喂，您趁早别给他面子，你现在就滚蛋吧，滚蛋！牛大武，你干啥？你先出去。哎，什么玩意儿？我跟你说，大个儿啊，我这要的是工人，我可不缺爹。 你怎么好几天不去上班呢？ 我跟孟叔已经聊过了，我不爱在他那儿干，辞职了。为什么呀？不为什么。
不会是怎么不上班呢？把职来辞了。我说爸，您老这么管着我有劲吗？我都26了，大学毕业也好几年了，您就不能给我点自由空间，多管管您自个儿，少管我。您跟孟叔也学学，多理解理解我们年轻人的想法。你跟我谈过吗？不是，您也没问过我呀。我一看见您，您就绷着一张官僚的脸。这是在家，不是在您单位，我是您儿子，不是您下属。好。 你现在就跟我谈，你们年轻人都什么想法？我没心情。什么叫没心情啊？哦，你们年轻人的想法就是没心情。不是，我是说我现在跟您谈没心情，怎么跟老年人聊个天这么费劲呢？你要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回来，我告诉你，你明天给我上班去。我不去。不上班干什么呀？哦，像待业青年一样啊，成天瞎逛啊。哎呦，老赵同志。 您让我说您什么好啊？还待业青年了，那都是猴年的词儿了。现在叫下岗，你懂不懂？郭阳刚，我告诉你，你口口声声讲团队精神，可你今天的行为呢？自私。哎，今天早点吃饭，早点睡觉，明天一大早早起呢还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杨岗跟牛大武吵了一架。 这孙子没欺负你吗，杨哥？浩东，杨哥没受气吧？他能受气？他现在脾气大着呢。怎么回事，杨哥？你跟我说说。金乐，我子云，说吧，想说说。你什么态度啊？你还有理了？行了，本来就是嘛。是，我承认，今天没帮他是我的不对。但是浩东，你记得吗？是你说的让我只负责记账的，那你也不能那种态度啊。 我这种态度是因为你伤害了我，伤害你了，你就那么脆弱吗？我不脆弱。如果你不是我朋友，你根本就伤害不到我。哎，等会儿，你们这说什么乱七八糟？怎么了？到底怎么回事？跟我说清楚啊！你让他说。浩东，我为什么要从商业局辞职？是因为我想干点我自己想干的事儿。可我整天在你这记账记账，这跟混日子有什么区别呀？那我干嘛还要辞职呢？ 我任何价值体现不了，我在你这干嘛呀？你以为你写个计划、弄个方案，你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？但你至少应该认认真真、仔仔细细的看完再说吧。我看了，我现在明确的告诉你，你那些计划一钱不值。 看来咱俩认识上的差别太大了。你放心，明天我会跟牛大武道歉的。 以后你跟杨岗说话稍微注意点，他那么要面子的人。我为什么要注意？你不觉得他今天说的话很伤人吗？可我觉得他说的也没什么错啊。子云，你的意思是我没理想，我庸俗，我唯利是图，是不是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们根本没必要吵得不可开交的，毕竟大家都是这么好的朋友。就因为是好朋友。 他才更应该体谅我的心情。可是你也设身处地的为杨岗想一想，他下了这么大的决心跑到这儿，又得不到你们的重视，心里肯定不好受。那他为什么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呢？杨岗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这样的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为什么一说到杨岗，你们个个全都护着他。 家乐，怎么还不睡啊？哎呀，别提了，你说这又不是我高考，弄得我还睡不着觉了。看来你对小何的事儿还挺上心的。嗨，我这不是怕他考不好吗？这丫头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她要是考不好了，肯定埋怨我。你瞎紧张什么呀？小何没问题的。子云。 晚上浩东跟杨岗那么吵，我心里挺别扭的。我也是。子云，我这么说你可别在意啊。你觉不觉得浩东跟原来不一样了？他现在怎么那么浮躁啊？我觉得杨岗的方案挺好的，他怎么一点兴趣都没有啊？
我觉得你得劝劝他，提醒提醒他，多大点事儿啊？那至于吵成这样吗？我怎么劝他呀？算了，那还是我去跟他说吧。现在，咱们吃的住的都比以前好多了，也比过去有钱了。可是。 怎么觉得越来越孤单了呢？做完题之后，不要着急交卷，一定要多检查几遍，听到没？第四遍了，你都快赶上我奶奶了。这不都是为你好吗？不伺候了。哎，还叔叔呢，怎么跟小孩似的说走就走啊？本来嘛。 你看别人家孩子家长陪着都老大不乐意的，你再看看你高兴的，死乞白赖非让我来。不一样啊，因为是你陪我。啊，我陪你就高兴啊？为什么？你属猪的。我属狗啊。没事了，我走了。哎，别忘了我跟你说的话。哎，我说香港啊。 你这书不咋地啊，完全看不懂。看这书干啥呀？你以后拿别人东西说一声。哦，我不是刚才你不在，我着急上厕所嘛。对不起啊。你说这人吧，有俩糟钱，屁股都跟着金龟。以前甭说书跟报纸了，树叶子都能擦。你看现在，哟，还挺疼。 怎么不划死你？怎么了？这是什么？什么呀？这是普希金。普希金怎么了？哎，哎，你怎么动手你？怎么了？给我放手！我不放！我告诉你一个动手，不是个，不放！我放开！不放！你放开了！我告诉你啊，今晚不是理亏，这顿打你非挨上不可。怎么回事，英哥？你问他。啊，是，我是拿你书擦屁股了。 我不是给你道歉了吗？我就一本书吗？至于呢你？傻帽！算了，英哥，这是什么？我知道你喜欢普希金，可是我是喜欢普希金吗？英哥，别违背书上的和气。 太让我失望了。哎，上午考的还不错吧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听我说，语文考试啊特别重要，它是第一门，只要这一关过去了，后面所有的考试一通百通，一顺百顺。听见我说没有？ 怎么了？有两道填空题，我当时怎么想都想不起来。可是我一出校门，全都想起来了。哪两道啊？洛阳亲友如相问，问下一句什么？就说我在黄鹤楼啊。你是不是中文系毕业的？哎，你这个学到底怎么上的 ？Sorry， 应该是“一片冰心在玉壶”。少来，你少狡辩了。 你呀，根本就不知道。江河，我知不知道其实不重要，关键是你得知道啊。我每天都在跟你说认真复习，认真复习。合着我说的全是废话？那道题才半分。我怎么那么讨厌你说这句话呀？什么叫才半分啊？你知不知道有可能这半分决定了你一辈子的命运？看来不给你点压力是不行了，赶紧吃。 下午考完试，回家复习功课。什么破家长？人家家长都是在安慰。你怎么这样啊？哦，你给我这么大压力，那要是我下午考得更不好怎么办？这叫响鼓用重锤，这不都是为你好吗？反正我考大学那会儿，我爸就是这么对我的。嗯，怪不得现在的脑子像猪脑子，原来是在黄鹤楼迷了路了。
我今天把牛大武骂了一顿。杨哥，真的，我知道这本书对咱们多重要。牛大武说明天叫人去买。浩东，你还记得这本书是怎么来的吗？佳乐你也记得吗？大二的时候，咱仨去旧书市场，看到了这本《普希金》，当时我想买，可是我觉得太贵了，还是咱们三个凑钱买。 记得，可你今天的态度太让我失望了。别说了，我为什么不说呀？我是喜欢普希金，可我仅仅是喜欢普希金吗？这本书对于你意味着什么？难道你不明白吗？你自己拿镜子照照，你现在还有点书生意气的样吗？你现在跟牛大武他们这些钻到钱眼里的商人有什么区别？杨哥。 你说的没错，我现在是跟过去不一样了，我确实变了。可是为什么？咱们要在这个社会上立足，就必须跟这个社会融合。你以为我愿意天天顶着太阳在外面乱跑？你以为我不想安安静静的在家里看书吗？可是行吗？咱们这一大家子，吃喝拉撒总得有人挣钱吧？袁厚东，你什么意思？ 你要是觉得我在家里吃闲饭了，我现在就搬走。站住！放开！你怎么能这么理解我的意思？咱俩这么多年朋友了，我袁浩东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吗？我说这话是这意思吗？杨刚，你干嘛？浩东是这意思吗？浩东，自打我这次从济南来了，我就一直看在眼里，我没有说。你是天天挣钱养着大家呢。 你是没说什么，可你每天这种盛气凌人的劲儿，你还用说吗？杨哥，别说了。教练，你放开他，让他走。你放开他，杨哥，你放开他。关杨哥，我算看走眼了，你居然这么认为我，我没你这朋友，我也没你这样朋友。放了，谁都不许走。 杨岗，你坐下，坐下。这个家不是某一个人的，也不是某一个人挣钱养活大家。每个人都在工作，都在挣钱。杨岗，你就住在这儿。那个机长的工作以后不用干了，明天开始重新找工作。 之前，甚至我管。子瑜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没什么意思。你今天这是怎么了？没怎么。那你干嘛那么说话呀？我跟杨岗说的也不是那个意思，这你知道的。你嘴上不承认，可你心里就是这么想的。你觉得是你养活了大家。 我没有，我怎么会这么想呢？从你收旧货那天开始，你满嘴里说的全都是钱，你满脑子除了那点生意还有什么？可我是为了什么？我还不是为了大家呀！那你也首先问问大家需不需要。我不是要责备你，浩东。可我觉得，既然所有的人都这样说你，你至少应该反思一下。 难道杨岗、佳乐还有我，我们大家的眼睛都出了问题吗？佳乐，你说说，人为什么说变就变，一点过渡都没有？人为什么要跟现实妥协？ 人为什么不能等到老的时候还拍着自己胸脯子对别人说：“我这一辈子的理想从来都没有改变过？”杨哥，在这个问题上，我觉得你跟浩东都应该替对方多想想。浩东一个人操持这么大一个摊子，他挺难的，我们应该想办法帮他。我是有点文人气，这我承认。可我并不觉得我有文人气有什么不好。袁浩东可以世俗，可以做生意，可以当商人，但是他不能把他的意志强加给每一个人。 今天的事情，你不也拼命把你的意志强加给浩东吗？
所以这个事情咱不提了，咱不提了，行吗？好，我可以不提。下一步你什么打算？看来你也不会在浩东那儿继续待下去了，找新工作。孟叔，哥们仗不仗义，可就看您一句话了。家乐，你孟叔再仗义。 也不能把公司弄成收容站，是不是？你们那哥们儿郭阳岗，啊，对，郭阳岗，他不是在袁浩东那儿收破烂吗？嗨，别提了，他不是跟那边闹点别扭吗？所以我就来求您了。那更不成了，你孟叔仗义，可也不能捡破烂。杨岗不是破烂啊，那是一人才。再说。 我跟杨岗那儿都打了保票了，到时候他进不来，那是您不仗义，可不是我不仗义啊。小子，能不能让你孟叔不仗义一回啊？不能，而且工资绝对不能比我那会儿低。哎，行了，孟叔，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啊。我终于自由了，注意点影响。我太兴奋了，你知道吗？12年的苦日子终于熬到头了。你也别高兴太早啊，今年要是考不上大学。 至少得是13年。你讨厌！走了。哎呀，够不着！再敲一下。哦，很痛哎！不过了，借你肩膀用。 刚考完，很辛苦的。行了行了。哎，子渊，你今天做这个鸡丁太好吃了，怎么做的教教我呗。 我也学一学，以后要是不行，咱还可以开饭馆嘛。哎，杨岗，你别光吃饭啊，这么多菜你随便吃。要是不好吃，我再去做一个。我刚学了一手，叫醋溜白菜。哎，子云，家里还。 咱们先开始吧。在这个美好的夜晚，大家相聚在一起。等一下，为什么祝贺的事儿就没有紫云姐啊？紫云姐一天到晚给你们洗衣服做饭，跟老妈子似的，你们习惯了，我可……江小何，干嘛呢？懂不懂事儿？人家小何也没说错呀，我就是每天给你们做饭、洗衣服、当老妈子，怎么了？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来，小何，祝贺你成功的考上大学。等一下。 我要先说两句。哎，把那放下，这不是有饮料吗？小屁孩喝什么酒啊？我要说的就是这个，赵叔叔，你忘了你是怎么答应我的？你说等我考上大学之后，你就不把我当小孩看了，对吧？
有这么回事。我已经18岁了，成人了。我希望在座的各位从今以后都把我当大人看。好，好，好。奶奶，哎，我还想跟您说句话。哎，说。这孩子到底是懂事了，知道先敬奶奶了。我成人了，我可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了。如果我今天说了什么您不爱听的话，您就当没听见。哟，这丫头什么时候变得嘴那么甜了啊？赵家乐，麻烦你也把酒杯端起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赵家乐，我喜欢你，我决定从今天开始正式追求你，跟你谈恋爱。小何今儿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，你这杯就得干了。好，赶紧干了，快点劲儿了。去，别起哄，搞什么乱？张总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江小何，你太过分了啊！奶奶还在这儿呢，不许胡闹。我没有胡闹，我是说真的。嘿，你那酒还没干呢啊！爸，我出来。说什么我没听清楚。哎呀，听不听清楚跟您没关系，奶奶。来来来，没关系、啊，咱喝一杯。来，自己干一杯，来来来，干了啊！来，这种玩笑是随便开的吗？谁跟你嬉皮笑脸的？说话。你说你这小丫头，闲的没事你干什么不行？非拿你赵叔开涮呢？高兴，想怎么挤兑我就怎么挤兑我，你赵叔不跟你生气，知道吗？小何，你别这么老看着我不说话，不是认真的吧？你说句话行不行？我是认真的。包多了，饭买回来了，那放呢？孟叔说还他那50000他收了，但是利息他不要。我跟他不熟，把钱给他吧。我跟他熟不就行了？这样吧，你把那钱啊，给小孩买点东西吧。你骂谁呢你？我准备帮你一忙。你记得今儿什么日子吗？什么日子？嘿，我说你这男朋友当得真行啊！你女朋友过生日还非得让我提醒你啊！我前天一直记着了，真的，我怎么全给忘了？那你晚上早点回去吧，吃火锅。好，我今天晚上肯定早点回去。大个儿，大个儿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钓了一条大鱼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哦，西郊有个厂子要搬迁，淘汰好多办公设备。走走走。哎，我女朋友今晚过生日，早去早回来过生日啊！我礼物还没买呢，路上买，赶紧走。哎，走走，哎，晚上等着我啊。袁先生，你说话逻辑性真强，你这样男人真少见。今儿这顿饭我请了，咱们多喝点。我怕我喝多了。喝多了，喝多了，咱们就睡在这儿啊。再说吧，那个牛哥啊，你手机借我一下。哎，用我这个。我用他的，我用他的，那个他用的方便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我方便一下。兄弟，这他妈厂长有问题啊！看出来了。哎，为了这笔生意，要不你牺牲一下？滚！忍着点，好几万呢，忍着点啊。齐厂长，我跟你说，我这兄弟，那家伙不是一般单位，厉害。半年的时间不到，一下从跟我混的小兄弟变成我的合伙人了。我从第一次看见袁先生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不同凡响。家乐，赶紧呼一下浩东，看怎么回事，怎么还不回来？哎，算了，别呼了。要不咱们先吃吧，他大概是有什么事耽误了。家乐，你不让我说，但是我还是想说，我觉得浩东今天确实有点过分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今天是紫云的生日。我就想不明白了，
一个人怎么能为了钱忘记自己最心爱人的生日呢？关刚，你说什么呢？成心挑事儿是吧？这不是浩东打电话让咱们提前准备的吗？他肯定是有什么事儿啊。哎，浩东，你回来了。对，对不起。对不起啊，我喝多了。慢点。子云，对不起，我呢，给你准备的礼物，生日快乐，子云，生日快乐。哎，怎么了？想吐啊？去卫生间吐。走。子云，你别管了，有我呢啊，你别管。知道你每到冬天就会手冷，我心疼，没照顾好你，对不起啊。这个手炉给你暖手用。子云，生日快乐！别看浩东哥每天那么忙，我觉得他还是挺体贴的。体贴就是浪漫，浪漫就是爱情。浩东哥是一个浪漫的人。嗯，这小子确实会送礼物。你看，每年他给子云送的生日礼物都挺奇怪，但是还都挺有意思。就是，你看看人家，你再看看你。你干嘛老拿我跟他比呀？我怎么了？我过生日的时候你送我的什么？一支钢笔。你就不能送我点有创意的，送我点浪漫的？我跟你什么关系？我就送你点浪漫的。如果哪天我变成你女朋友的话，你是不是就会送我浪漫的礼物啊？那当然了，我这个人对女朋友特别好。丫头，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子渊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今天跟一家电脑公司谈成一笔大买卖，200台电脑，你猜他们卖多少钱？20000，合着一台啊才卖100块。这桩生意做成了，你猜能挣多少？20000多。又是钱。怎么了？难怪杨港、嘉乐他们说你变了，你自己不觉得吗？现在，你成天嘴里说的都是钱，满脑子好像除了挣钱就没别的了。又怎么了？不就是过节没陪你吗？咱们现在需要钱，等我挣够了钱，咱们有的是时间玩。对，我们是需要钱，但是还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。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吗？我当然知道你想要什么了。等咱们有钱以后，你就可以在家里做饭、洗衣服、带孩子。我对我们的生活是有要求的，不只是做饭、洗衣服、带孩子。磊哥部长，这两天闹肚子，最好咱来顿涮羊肉得了。那咱们这都是哪儿来的？哟，嘉乐，你怎么了？别提了，这疯丫头非得带我去蹦极，肠子差点没给我蹦出来。你坐下歇会儿。不行，我一肚子。没事吧？没事。你别说，他们俩看起来倒是越来越合适了。就一对活宝。喂，啊妈，过年好！我跟浩东正包饺子呢。嗯。你等会儿啊，我去礼物给你打。我妈。妈，你跟我爸最近都还好吧？哎呀，你这孩子也真是的。大元旦的也不知道给家里来个电话，你爸都生气了啊！我不生气啊，我压根就没这闺女，我生什么气呀我？对不起妈，我本来是想晚一点给你们打过去的。子云呐，过了年你可就27了，结婚的事儿我不能再耽误了啊。妈，我们不着急。你们不着急，妈可着急了。趁妈这两年身体还好，赶快结婚。妈还想给你们带孩子呢。嘉乐，洗手。哎呦，我都洗80多遍了。浩东，
我妈想跟你说几句。喂，阿姨。大哥，你动作快点啊！我动作已经相当快了。我跟紫云都挺忙的，正在创业阶段，没有时。再说老爷子发脾气，我早就习惯了。这是我第一次歌唱，我们是最美的花朵，到什么时候这是属于我们的。